现在这个样子，就与那书中男子一样。是哪样？就是这样。祝夫子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各位免礼了，来，快请入座。感谢贤弟为夫则礼。哎，贤弟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，她是我家乡来的表妹。啊，原来是表妹啊！来，施礼施礼，请坐。来，大家共同举杯。表妹，师兄，敬你一个。来，我也敬你一个。来。你笑的倒是谄媚，怎么从不见你对本座这般？书中说吃醋的都是女子，还有没有点幽冥之主的气魄了？宇宙洪荒三分是本座的，这才是我的气魄。真不应该让你来人间。给你。凡世俗物，更何况还是你咬过的。宇宙都与人三分了，还嫌弃块吃过的糕点？还好我还是你独享的。表妹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你吃你的哈。小姐，这是您的房间。你有那么大的冥界不去管，为何偏偏纠缠于我呀？你知我为何要这冥界？在那暗无天日的幽冥深渊，多少年才将你带到身边。若不是心事伟大，就人间共主代代活不过百年的寿命，说重塑也便重塑，而你倒还这般眷恋上。你还说我学的人模人样的，陛下现在这长篇大论与那书生有何不同？嫌本座烦啊。你还装在瓶子里的时候，本座日日与你念叨，千盼万盼你才化了形。你闭嘴吧。哟呵，本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与那书中男子一样。是哪样？就是这样。学可不能只学一半，本座教你。姑娘，